十幾年前啦，咁你嚟到啊要學廣東話噶嘛？嚇！你同你老豆一樣，乜都就曬政府噶咯。我只係想跟個老細打份長工。出邊啲人覺得我哋係懷舊，係執迷，我哋唔係啊！呢十幾年嚟，我哋學得最多嘅係陰謀論，而我哋失去最多嘅係信任。他们只是越乱越好，香港人越怕越好，一粒子弹都冇睇嘅，啲人又唔惊，使乜理你国安法啦？你咪黐线噶！我哋讲嘅系生命，系你嘅生命啊！咁我咧，我系消亡紧嘅，就会伤心。我警告你啊，个仔升中啦吓，唔该你唔好成日同佢讲广东话啊！而家讲广东话咪犯法先？欧阳朋友讲，香港未争取到民主。是因為沒有人死，自焚的問題就是去到沒有第二條出路，賣蛋都犯法，賣蛋沒有問題，是本地兩個字犯規，現在是不是什麼都保密了？拜拜。你猜我真的很想碰這些政治，我說去紅磡啊，是不是連廣東話都不懂聽啊？我不想做到這一刻才放棄我原則啊！沒人講你就講，人做你就做，維持住我意志的不是仇恨，是希望。